级汽车。最强组合。哎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。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！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活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果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，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铁臂挖掘机，库宝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警车，警车，滴滴呜，滴滴呜，加速追击，冲冲冲，冲冲冲。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，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，我要我。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，砰，攻击。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。石头，哇啊哇！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。嘿，加油！警车，警车，发射大网，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。警车，警车，绝不放弃。挖掘机呀，最强一击。只要我们在一起。超级汽车会胜利！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章鱼车来袭！
二，嘿，一，二，嘿，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？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哼，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哈哈哈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呼噜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驶出大网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鱼大鱼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。哇，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掰啊。这个坑还没填好啊。救命啊。互换工作。
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丹丹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载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班班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班班，又见面了。嗨，妮娜。班班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做，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勒虎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班班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班班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班班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哪能装货？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和我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班班，妮娜，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